爸爸是一个女生，爸爸因为我觉得爸爸他一定有养小三，所以等一下拿下他的牛皮纸袋来。小布丁是可爱的小布丁。为什么你爸爸说你老是在唱衰他？为什么啊？其实平常像我工作很忙，然后回家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说啊我回来了对不对，结果小布丁因为我们有时候外国客户来我就要应酬到比较晚，我回来了，他说爸爸你是不是在外面养小三？哇，等一下直接问这个事情他已经知道了。哎，没有啦，讲话那个是他乱，小布丁乱讲的啦，他乱讲了，他乱讲。然后一开始本来丽琴觉得很好玩，说哎呀这个小朋友真有趣，结果哎，一个礼拜客户都留在台湾，我们要晚上陪他吃饭什么，每天都晚回来。讲到第五天的时候，丽琴就开始说走心了，奇怪，你是不是真的在外面有一些小三？哎，你怎么怀疑爸爸的？爸爸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样说？可是因为有的人啊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电影看太多，有的人啊就是故意讲一些什么，哎，我要去工作，很辛苦了。然后有的人不就你爸吗？真的很辛苦。然后其实是出去外面这边养小是不是？哎，亲亲抱抱很恶心。哦，你怀疑他就对了。嗯。啊，及早发现，及早治疗，预防胜于治疗。对啊。而且那女人的弟弟很可怕。不会不会，有你在，他不敢。对对。哎，而且爸爸也是越来越爱这个家庭，对不对？你也鼓励爸爸再帮你生一个弟弟呀。对啊。怎么样？要不要？生小孩是两个人的事情啊，对，这个以后我再跟你解释，现在还没有办法解释那么清楚。我想要弟弟妹妹，爸妈妈他又会说啊，你以前不是说不要吗？现在怎么又说要？我说啊，我现在要啊，他又说嗯什么嗯，你以前是不是？你妈妈会讲没有？他现在在家里他会怎么样说？负能量那么重，他说生个弟弟妹妹是这样子，哎。爸爸，我不知道我以后长大要做什么，我怕我以后赚不到钱，我会流落街头，所以你们生个弟弟去赚钱啊，我在家里照顾你们。我就说，哎，是什么想法？你这样生出来，我还人好好的，为什么你要在家照顾我们？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对，都想好了。你担心你将来不知道干嘛？对啊，不会啊。你可以去当发言人。你这么会讲话，总统府发言人。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可爱啊，搞不好变成 model 啊，跟妈妈一样女明星啊，主持人啊，对啊，将来要不要上台领金钟奖？要吗？要像那个 Sandy 姐姐一样这样子，对，这样来气我们，都给他拿就好了，啊，回忆留啊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人要往正面阳光的去想，是。对，不要把每件事想得那么糟糕。可是我会害怕，谁不会害怕？万一我做不好干嘛的？就是不会啊，做不好就再做不好是将来的事情。我们人只要持续不断在努力，那就不叫做失败。Yes， 对不对？遇到失败，我们一次再次说不成，再试一下。这是一句好话，再试一下。知道吗？哎，要不断勇敢去尝试，勇敢的做梦。你将来想做什么？可是每一个都有难度，科学家又要念很多书啊。科学家不可能，有没有别的？对不对？哎，你不是说叫人家做梦？哎，你要打枪人家？哎，人家还小。科学家这样很敷衍，你太敷衍了。努力，你怎么当这样？当裁判？科学家以外还有别的吗？来，再来，比如车长。什么车长？列车长？车长不是我怕我乱开，要啪翻车。车长好负面哦，真的很负面。真的，他真的很负面呢。我们直接进入测试，好不好？请看。我们请陈丽琴带小布丁到朋友家吃饭，放邓广福谎称应酬晚回家，究竟小布丁会不会一直唱衰爸爸呢？哇，这谁煮的？然后我太太煮的。他们都出去了，那他们吃吗？没有，他们不吃。朋友好像不太愿意跟你们母女吃饭呢。过了15分钟，我们请好友找个理由离开，让母女俩好单独聊聊。我接个电话。哦，好。先绕跑。你会想他？是谁？爸爸，他好像说他跟周副总居然又要吃香喝辣。居然用这个词吃香喝辣。但是还想周副总煮的贵妇茶。你是想肉骨茶还是想爸爸？
爸爸，我就少了爸爸。少了爸爸。然后我就少，就是为了少了一个电动搭档。我也可以给你玩电动。那可是你玩的很脏啊。不然你加一把吗？好啊。你自己跟爸爸说，你去上厕所。喂，喂，爸爸饿。你是谁？我是邓先生的同事，他现在没有在位置上，他等一下回来，我请他再回打电话给你好吗？好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他开始我觉得怪怪的。他错了，爸爸偷咬一下。到那边坐好，坐好再讲。刚刚我听过电话，接着不是爸爸是一个女生，爸爸呢？我说爸爸他一定有养小三。怎么过来？他那个女生说，他是爸爸的同事，然后他说爸爸他去上厕所，所以还会帮他接。他同事帮他接，他上厕所，应该也蛮正常的吧？可是也许是那个小三跟你讲说，我跟他同事。他刚刚闹尿了。宝宝自己说什么要去走跟周副总，看他自己跑去跟那女生狂欢吧。狂欢呐！那不然你打给他，你问他说，请问我爸爸上完厕所了没？要不要？喂。你这更怪啊！爸爸那边想说，我老婆该不会知道了吧？我们别接。你觉得爸爸会这样子哦？有的人啊，就是外表就这个一脸别。好，那等一下爸爸回来，我问他好不好？好，那问到他也会回的啦。他就是故意让我们在这边拖时间，在这边嘛。然后结果他就自己花生转我小三。我天哪！我吃饱喝足后，小布丁回家路上也不忘钻一下爸爸。我们现在要回家，帮爸爸整理他的行李。不是驾自行车，他们小三在狂欢。第二次狂欢了。这一两天他要出国，他说要跟董事和周副总他们出差。真的已经是跟到那个小三，哎，就这个人。为什么又是小三啊？怎么满脑子小三啊？你怎么觉得爸爸有小三呢？只是别人接电话而已啊。你看爸爸的外貌，就是不会有小三。老实人，哎，对不对？爸爸老实人呐，哎那，对不对？勾引勾引，要相信爸爸啦，哈。本席要判定了，各位，来来，小布丁，你真的太负面了，惩罚。来来来，来拿出来，来臭臭嘴，口罩给他戴上啊。闻到臭，好，向后转，向后转。好，他没有感觉，他居然没有感觉。好，请回，来，请坐。先哥，我觉得这样子让他以后更负面了。他忍住了，没，让。哦，臭了。干什么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惩罚，你要戴起来。再戴一下。好，要不然你就一直拿着这样。